陈友丹。看着，拜拜。有龟肝的味道，我是这个味道比较其实阿妈一直跟小孩我应该当狗啊，好好吃，爱给他给他加奶啊，好好笑，哇 smells good smells good 台南美食，台南的特色，油葱酥，所以比较香。你要吃吗？啊，可以吗？谢谢。油葱酥，他说这个提香，然后里面的是皮，皮，对，哇，皮也看起来不错，可以吃看看。哇，我想离开台北。为了吃东西，为了吃，对，被他在当人，他现在还在，在几年啊？嗯，啊 ，wasabi 也有，嗯，这个有 wasabi。他们日本人だから。啊，そういうこと？分かんないね、聞いてない。日本人だから。不知道。